吗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真的就不会怕辛苦，因为没有做一件事情不辛苦的，每个都辛苦，那我宁可做这件事情，好，不然怎么办？也没别的可以选，就喜欢这个。嗯，真的是没有后路，对不对？也没有，我没有更会别的了。他们那走到哪边都是这样的、啊，我们是怡安自己都很奇怪，就他们的女生都在看他们而已。他们现在的女生好不动。你只要一个我晚加入，可是我因为我已经很确定这件事情是我想要做的，我就会更浓缩自己的时间，这是我唯一现在可以做的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倒转。属于你天分该做的事，就是认真勇敢面对它，即使看起来很像会有一些跟正常人不一样的生活作息等等。